勇敢无畏。我今天带来了超威脑力机甲，可厉害了。是吗？我怎么看着跟别的机甲没有什么用啊？对呀，这个超威脑力机甲厉害在哪儿呀？这你们就不知道了。你们看，这个超威脑力机甲可以变成两种形态。我的天哪，这超威狼鹰机甲的载制模式也太酷了吧。怎么样，说了很厉害吧？没错，确实很厉害。可是问题，什么问题？它能如何将这个机甲模式变成载制模式呢？这得让我好好研究一下。上回说啥？告诉他们怎么变。好的，黑魔法这是没变成载制模式啊。是啊，你不是急了吗？还没开始呢。猎鹰战车了，啊，土豆，你确定这是猎鹰战车吗？叔叔，再来一次。啊，这又是啥姿势啊？不好意思，没发挥好，再来一次。你就别再用你的黑魔法变了，再变下去都是红脸马月了，还是我来吧。好吧。可是琪琪，你会变猎鹰战车吗？我试试看。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东西能难倒我琪琪的。这就是野狼战车。哦吼！嘿，嘿！哎，其实你看你没那么快啊！我知道，这还用你说吗？嘿，嘿！哎，你确定这么变形吗？到底是你变形还是我变形啊？啊，好好，你变你变，你们两个真是铁石磨我蛋操心。我用黑魔法也变不出来。没办法，谁让我天资聪明呢？不行，我得再试试，看是谁出问题。